对于大众来讲，我们有很多这个惠及大众的产品。实际上，现在最多的就是我们有一种保险，我们和国家人寿保险公司合作，为大家推出的一种叫 term 的保险，医疗保险。这种保险基本上上限是300万以里都不需要体检的。在疫情期间，我们互相之间，只要你和我们的打进电话和我们的经纪人沟通，你也可以免体检，提供你的个人资料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线上。通过电子签的方式，不见面就可以为您申请你的医疗保险。这样可每个根据每一个人年龄的投保人的年龄不同吧，在我们的预算里头，就我们的预计里，您的费用，如果您咨询的话，会投入很少，收益会很大。这个我在疫情期间，其实上推荐每一个投资人都应该有一份。